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，这个二阶方阵了哈，将 PJ 点 ，PJ 点就是一负一啦，这个呢对应到19这一点。那 A 哈将 Q 这一点哈对应到呢 Q 不让这一点 ，Q 不让这一点是59，他要你求这个二阶方阵。好，那这两个方是可以合并起来了，合并起来就是说 A 哈，我种在呢一负一上面的话，就得到呢1-9，啊种在2-1上面的话，就得到5-9。那这样的话 ，A 等于多少？这 A 的话哈，就等于呢，这个是，两边哈乘以这个的反矩阵，哦，就是15-9跟9，乘以这个反矩阵，这个减这个是多少？就1-2就是3了，哦，这个。乘以呢 ，determine 嘛，这是三分之一，然后这两个对调，一，这两个交号1-2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我们看那个第一列，一乘以这个哈是1-2嘛，五乘以这个五，要把它加起来，这是六哈，这是3嘛。63呢乘以外面的三分之一，所以是21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就是负9乘以它，就负9啊根是18，9乘以99了，所以是0，啊这个多少呢？27吧，27。然后我除乘以外面的三分之一哈，乘以三分之一这个是0。27除以3的话是多少呢？是等于9了，3×9=27嘛。所以 A 这个矩阵是2109。